叶总，哦，你是在叫我吗？是啊，那个你准备一下，我想出去转几个地方，考察一下各地的图书馆。好的，哪些人去呢？你和我，还有项目部的负责人。就这些人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去办。 不，你刚才是你叫我什么？范金刚。不是。好吧，嗯。叶谨言。对。我跟叶总啊，下周要出去考察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行程单，我能帮你的就到这里了，剩下的可就都靠你自己了。 笋干啊，小核桃肉啊，多带一些，姑妈买不到的。我妈喜欢吃。我也喜欢吃。<笑>幸福的。哎，这一走啊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不用想那些，想想后面的日子该怎么过，自然就忘记了前面的生活。想过去啊，那真是退不回来又走不过去了。我去。 王孙，你怎么来了？锁锁，在小姨，都在。锁锁，我知道阿姨跟教授明天要走，所以我想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。嗯，这是破，叔你好。你好。坐。对不起啊，我直说了，你们明天去北京，奶奶让我带她去机场。 我本来想着说，他就是去看一下，就不告诉你们了，省得你们烦心。但后来我想，如果他看见叔叔阿姨一起走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得过来告诉你们一声。我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。要是我说呢？看到了就看到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他是要接受的。阿姨。 其实还是很惦记您的，真的。他们那代人呢，都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好像惦记一个人、想念一个人，都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，所以嘴上说的都是埋怨，但其实他也是有好的感情的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我想一下吧。 苏苏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明天我陪奶奶去机场。妈，我到了，告诉你。你们俩再坐一会儿，待会儿王永正正好过来接狗狗，把你们俩捎回去。 王永正，王永正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来晚了。哎，丹丹呢？本来我们想把她带下来，但她不愿意跟我走。那我自己上去带她好。哦，对，我同事一会顺路送她一下。那个 Selina 这个是……哦，我们认识，不用介绍了。蒋小姐和李先生一起这两天在考虑买我那儿房子。不好意思啊，请你把话说清楚，是李先生要买你的房子，蒋小姐给李先生做建议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 嗯，啊，我先上去带丹丹。嗯。
这个驾驶是女朋友专座，咱俩皮糙肉厚的，后边挤挤呗。谢谢啊，请吧。 别让人前爬啊！耽误你爸开车，别把哈喇子留你妈腿，然后听见没啊？乖啊，我是姐姐啊。那我是姐夫啊。<笑>烦死了你们！哎，Selina，你住哪儿啊？哦，没关系的，可以先送你们。那不行，得先送你回去，然后再送我们。我回去之后呢，送跟王永正和他谈会儿恋爱呢，是吧，王永正？对啊，先送你吧。随便吧，听王永正的。哎，你们是？ 在公司认识的还是之前的认识的呀？哎，哦，前面路口就行了。这里啊？啊，对。王永正，你得送人去家门口啊！大晚上的，一个女孩子回家不安全的。哎，这真的不用了，那路途很窄的，真的车子不方便，就停这儿吧。谢谢你送我啊。拜拜。 王永正，嗯，他喜欢你。以后不要随便让女同事搭车，你知道吗？喂，男尊有什么话不好意思说？反正我没脸没皮的，我无所谓的。他喜欢我，可是我不喜欢他，好吗？而且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也是，你喜欢男尊那一挂的嘛，怎么会那么轻易上他的钩啊？哎，不过王永正。 你以后要是跟那个Selina有什么的话，我呢，我弄死你！我就想知道你怎么弄死你。你试试啊，你知道了。<笑>不是，你们跟那个 Selina 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没有啦，说说开玩笑的。什么Selina，Selina，哎，烦不烦啊？这个名字，他没有中文名字吗？他一位改个名字就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。亲我。 亲我，跟你没关系，你给我认真点，说给你听的。行，跟袁媛没有走的。看他们刚才那个样子，王永正和袁媛没有加载，他们应该是才认识的。王永正也就顺便搭他一下，要不就是那个媛媛非得死皮赖脸坐他的车。真见鬼了，到哪都碰到这个媛媛，张爱人。 王永正，王永正跟张安然可不一样啊。一方面你要对王永正有信心，另一方面你要提防媛媛作妖。奶奶还没睡啊？想着明天的事情，估计也睡不着吧。 搜索，搜索，奶奶，你别叫搜索了，我陪你去。搜索跟你说的，嗯，真是的，让他不要跟你说嘛。那，那你是不是跟你妈妈和小姨都说了？我没跟他们说。 那我不去了，我当时也就是这么一说，你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去吧，我说了我陪你去。南孙说他们十分钟之后到，我们还是分头进去吧。嗨，不是说好了不在意这些的吗？走都走了，干嘛还要气他一下？ 他不知道，那就让他不知道了。你呀，还是传统思想老一套那些东西。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，我能改变，老太太未必可以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
那算，奶奶说不要叫你的，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他来了。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之前也不可能同一个屋檐下住个几十年。人家说好聚好散，妈妈这一走。 再回来少说也要半年的时间，见个面，客客气气告个别，应该是要的。我渴了，你给我买瓶水去。 你自在了，南孙受苦了。我们都应该后悔，后悔这几十年来没有能够好好的相处。不然，留在上海照顾你的人，应该是我。去国外的，可能就是南孙。但是南孙走了，我想我们两个。 一定不能好好的相处，但是他留下来，十年、20年之后，我六七十岁，你八九十岁，他就要负担两个老太太的事儿，而且这两个老太太相处的也不是那么好。 我没有要留你的意思，否则我早就去找你了。我来看看你，毕竟咱们相处过几十年，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国外再好，那也是别人的国家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要为了躲着我跑那么远。你要是回上海来， 我不会拉着你来照顾我的，你已经把孙女留给我了，够了，好了，你走吧。 奶奶，你的水。哎，娘辛苦。嗯，我知道。照顾奶奶。 真的要去啊？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？我从小到大难得冲动一回。你
冲动的还少吗？哎呀，这都不一样的好不好？我这次有绝对的把握，你就等着我凯旋归来吧。你给我看看我穿哪件？你看这两件，哪件？你至少拿两件布料多一点的吧，万一有个风吹雨打的，你好遮一遮。我叶谨言给我遮呀。人家是去商务考察的，不是陪你去度蜜月的。是的呀，他们是去商务考察的呀，我是去度蜜月的呀。谢红祖要是找过来，我怎么说呀？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呗，你就跟他说我去找叶谨言了，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。哎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叶谨言啊，故意把他的行程安排吐露给范金刚，然后让范金刚告诉我，等我到了那儿的时候，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等我，还在美丽的沙滩上给我买了一艘豪华游艇，上面写着“骚骚女郎”，浪漫吗？叶谨言是很有钱，足够有钱买一艘游艇送给你，但是他不会。哎呀，你不要那么扫兴了，能不能替我想点好的？好，好，好。你明天一上飞机就发现自己升为了头等舱，有高档香槟的那种。叶谨言就坐在你的旁边，深情款款地望着你。哎，这么巧。是不是？所以啊，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件风情万种的战袍，你是不是得纳尔基线勒死你自己啊？是非珍贵错对故事还上演，带上这个，万一美梦落空也不会太尴尬。万一美梦成真了呢？最终的结尾是什么滋味？它是五叶玫瑰。你好，女士，欢迎登机。你好，欢迎登机。是他绽放或者枯萎，都高贵。他是雨后蔷薇，来只一次伴。你好，欢迎登机。魏总，您在哪儿呢？我从头等舱走了，那一层我没看到你们。不是，昨天晚上啊临时决定，他说呢坐今天早上的早班机，所以我们呀现在都已经到了。到了？哦，那行，那我到那儿联系你啊。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中间位置。来来，请请请请请。哎，我说美女，咱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我看特眼熟。你认错人了吧？不可能，你等我想想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去过我的梦里？厉害了，天气特别不好。那你等会大雨来了就得小心点哈，别到时候洒了。不好意思啊。行，你呢？我说你这素颜。比刚才还好看，这么大眼线看不出来啊。餐车经过，请小心脚下。石总，金总，雷总，哎，要不是因为你们都是范秘书的好朋友，我是根本给不到这个数字啊。你们看一下合同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要 soda water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准备苏打水，不过我们有咖啡、茶、酒、果汁，您看。天哪，什么都有，竟然没有苏打水。我在伦敦、墨尔本、香港、东京都买过房子的，没有哪里跟我说啊，竟然没有苏打水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老总，有些客户呢有自己的需求，不像各位老总那么有素质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看一下合同上每一页都要签字。这样的售楼处能卖出什么好房子？这房子我不看了。二位先等一下好吗？给我五分钟时间，我现在就去找苏打水。你们的要求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满足的。等等，我们要冰的。没问题，五分钟到了，我可是要走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来不及了。两位，苏大水满来了，里面坐一下。公司通知我回去开会了，房子今天应该是没时间看了，要不下周吧？下周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啊。其实有个十分钟也就看完了。十分钟耶？你看我是个随便能抽出哪怕十分钟时间的人吗？那我周六给您打电话，咱们约下周时间好吗？你给我名片吧，我有空我打给你。苏打水，二位带着喝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名片，名片。下周见啊。蒋南酸。你朋友房子买好了？在付定金了，算是买好了吧。便宜了多少？多让了0.1个点。这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大钱。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，跟你觉得成功的绊了我一下有关系。你想多了吧，他们是我朋友，在我能帮忙的情况下，我当然希望他们能拿到最大的优惠。你看起来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，其实心底一直都想看我的笑话吧，看我这么努力这么拼命却还是空手而归。这笔佣金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的吃穿住行，我甚至找男朋友我都指着这笔钱呢。你现在把它抢走了，你很得意是不是啊？我也没有钱，我也要打工，我也要花钱，佣金没给你也不会给到我，我得意什么？这就体现了你的优越感啊，你就觉得你赢了，被我说中了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怎么不说话？没话说？是没话说，鸡同鸭讲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金总，石总，塞琳娜干嘛啊？这是啊，对了，向蒋小姐、李总还有二位老总表示感谢，送他们。怎么了？斯丽娜可能被刚刚那对夫妻气倒了。嗨，正是因为被那种人气倒了，才更要感恩你们。斯丽娜，从你手里买房的都是财神爷，要亲近多了。把鞋穿上，李总、蒋小姐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走吧。石总、金总，陆经理。你刚刚说是从我手里买的房子啊？对啊，不是从你手里，难道还是从我手里买的？销售还是我？人家可是特意关照过的，生怕我抢了你的单子。人家是谁？范秘书。哦，刚刚签合同的时候呢，我跟蒋小姐确认过。他怎么说啊？他说没问题。恭喜你。运气而已。任何人取得成绩绝不仅仅是运气，加油！谢谢。叶总。哟，这女孩怎么这么像朱锁锁呀？是吧？哎，快去去去去！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说是一个礼拜。不是他不都离开景琰了吗？怎么又跟叶景琰去了？这还不明显吗？啊，
锁锁虽然是见过世面的，可那是叶景言，有钱有经验，这回啊肯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哎，把他追回来。追回来现在去找他，真的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这是爱情的冲动啊。你看我当时为了你也改了机票，我也是为了你回来的冲动，现在有那种热情，有人去找他。现在有现在去。哎，可是你明天约了福建的客户。什么客户不客户的，我做工资不就是为了锁锁吗？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在哪儿呢？他住哪儿啊？要不我明天去公司帮你查一下他们的行程吧。谢谢你永成，谢谢你永成。谢谢帮我订机票。这都几点了，没有航班了，明天呗。那开车去，快！对，开车我怎么没想到开车？我车呢？会不会太冲动了？车爱情就是要冲动，爱情就是要冲动。对，世界再大阻挠不了我的锁锁。来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。火热。你不觉得爱情就是要这种冲动吗？喂，你打给他干嘛？不是你留一点惊喜给人家吗？他到时候锁锁一开门一看到祖祖，哇 ，so sweet， 你不觉得吗？那是惊吓。等一下，拍张照。啊，我们在咖啡厅这儿呢。好的，嗯。叶总，待会儿祝锁锁过来，您接着说。我认为这些材料准备的还不够详尽，应该每到一个社区召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，和社区的这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了解一下他们的经营情况、经营模式，包括收支情况怎么样。这样呢，我们对将来我们自己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心里有个底。那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。嗯，坐。我看你平时不太读书，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，好好读读。你喜欢爱看书的女生啊？这是什么话？哎。关于你回京研，我仔细考虑了。我看你还是写份检查，这样我对上下有个交代，好吗？嗯。哎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我知道公司内部员工是不可以互相谈恋爱的。你谈恋爱了？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呀？什么？我要跟您谈恋爱。您拿着，书我会看的。你这是真的假的？我们说好的时间是下周，下周我一定把钱还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要工作，我先挂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新买的房子我想请你来装修。很乐意，告诉我你的要求。你总是有很多很详细的要求。先告诉我你的酬金是多少。我就不用了吧，工人的工钱我会如数告诉你的。关系越好，越要有分寸。每件事情中，我们是什么关系主导，越明确越好。比如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是朋友关系主导。我不会付给你中介费或是劳务费，你也不会因为帮我找到了优惠
而问我要回扣。在装修上，我们是雇佣关系主导，我提要求，你按要求完成，我付酬金，这样谁都不会不好意思。你说的好像有道理，但不近人情。人情最累，因为算不清楚。不好意思啊，钱的事情我昨天已经跟你说了，我现在有事情，我晚点打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晚上把合同发给你。好，不急。我现在正在忙，我晚点打给你。是来要钱的。说要补操，希望三天内把钱还了。这几天天天不停的打电话。如果你急用钱的话，我可以先把装修费的定金打给你。不用，是他的不对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该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。你现在一定很辛苦吧？还好，就这样吧，正在习惯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啊，如果你不愿意回答的话，可以不回答。你说。你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人来承担？你可以告诉你的男朋友，多一个人分担的话，或许没有那么辛苦。他只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还没结婚，我觉得他没有这个义务。再说，他的世界里没有这些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他可以自由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，我也会开心的，因为那是我向往的。而且，好像我说了，我就打破了我们原本之间的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了很多事情就会变了。对不起啊，怎么越说越沉重。你明天可不可以把中午吃饭的时间留给我？我想带你见一个人。没问题。老叶。啊？你颈椎不好，我特意买了膏药，你试试，特别管用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拿着嘛。好。那我离职报告你怎么想的？现在在工作，晚上再说，好吗？谢谢。那我晚上等你啊。叶总啊，嗯，你找我啊？啊，坐，坐吧。你能不能跟朱锁锁说，让他别跟着咱们了，说得委婉一点。您看啊，这个事情都怪我啊，我呢，本来是想帮着他回咱们京研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闹这么一出。你告诉他，他离开京研，无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他解决，包括在金钱上，只是告诉他，其他的别想多了。什么？别想多了？就是别想多了。对，嗯。让我发会呆。哎，好的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。救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以前救过我呀，我现在来救你啊。没明白。认识你之前，我不知道我人生到底要干什么，但现在我知道了。进来吧。嗯。坐。喝点水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谁跟你说我在这儿的？苏苏，我认真的说啊，那个老男人不适合你。小朋友也不适合我呀。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叶谨言比我成熟，他比我有钱，但是我年轻，我认为我有未来。苏苏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争取以后比他还要有钱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明白吗？不是，那还能是什么问题呢？我就喜欢老男人，行了吧？苏苏，你这是恋父，你知道吗？恋父，我知道你从小缺乏父爱，所以你才喜欢他，但那是喜欢，那不是爱情。明白吗？那不是爱情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？我差点就信了。你可以的，谢宏祖。我觉得你要是有这么多时间的话，你不如去想一想你自己的事情。我一直在想我自己的事情。我唯一想的就是和你在一起，行吗？嫁给我，苏苏。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个样子？咱们当朋友不好吗？你这样多尴尬呀！啊，我觉得你就是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得到的太容易了，包括姑娘。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你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，行吗？你回去吧，要不然你妈又得担心你了。阿妈，如果让你不开心了，对不起。苏苏，你这是恋父，你知道吗？恋父，我知道你从小缺乏父爱，所以你才喜欢他。但那是喜欢，那不是爱情，明白吗？那不是爱情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呀？男科本来不打算招我进来的，纯粹是因为锁锁，哎，我惊了，特别好。既然你是朱锁锁的闺蜜，那么就是我姐们了。从此在公司，我罩着你。你喝酒怎么样？没醉过。那唱歌呢？不怎么样。我也不怎么样，咱俩就喝吧。今天晚上一醉方休，先干了。喝。